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小月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新斗罗大陆，又是一个新的礼拜来临啊！这边上面的活动已经排满了，小伙伴们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非常多不错的活动哟。信物翻牌，哇，这个活动是超级多的好东西啊，小伙伴们，来吧，开始翻牌啊！翻牌运气很重要的啊，有时候一下就能翻到。哎，这一波运气感觉还可以嘛，对不对？下一波，下一波，金色信物在哪里？第二层的运气就很一般了啊！来来，金色信物。OK OK， 我们翻到了第四层啊，还剩下一个，来一个一发入魂。好吧，并没有啊，这个活动是四天全部翻满的话，这奖励是非常丰厚啊，小伙伴们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活动啊，限时团购，这个活动小鱼超级喜欢啊。这边我们根本就不用考虑啊，全部购买啊，有多少就给他买多少。对，哇，我们的钻石不够了呀，小伙伴们看到没有，下面还有很多东西都买不了啊。我们看一下，还剩下1400个钻石，把这一个时光精华给他购买了吧。这个 SS 的神器小鱼想购买啊，因为我们差不了多少就能合一个 SS 的神器了。对，好吧，没办法了啊，没有钻石也是非常的无奈啊。今天可能还是能弄点钻石的啊，小伙伴们。再来看一下限时反售，哇，按摩邪神虎，小伙伴们，可恶呀，没有钻石购买了呀。按摩邪神虎咱们还差五个应该就可以升星了呀，小伙伴们，可恶啊，并没有看到啊。哇，这里还有巨龙金羽的碎片啊，累计充值满6元就可以获得呀，这个感觉很有必要弄一个，对不对？ OK， 充了60个钻石啊。哇，小鱼这边马上就要到 V8 了呀。 OK， 领取一下10个巨龙金羽，然后这里应该还能领一点东西啊，这里我们看一下领哪一个东西啊。这边的话我们就领取海参8亿吧。对，海参8亿这个道具非常非常的稀有啊，小伙伴们，这里还能领到一点体力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活动是到27号结束，27号的话我们应该是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买下来的。这几天的话我们钻石省着点花应该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对，竹青演唱会这个里面可以兑换东西啊，我们现在有240个音符，我们来看一下兑换什么样的东西。哎，外护魂骨这个有必要兑换一下啊，小伙伴们全部兑换满。 SS 加魂师这个也可以兑换一下啊，然后剩余的我们可能还会兑换这一个 S5 魂真身精华啊，小伙伴们。 OK， 我们把刚才买的东西全部使用一下啊。这边有个 S 暗器碎片120个，这里可以开一个完整的了啊，小伙伴们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图鉴，激活图鉴非常的关键啊，小伙伴们，我们这边做一个子母追魂夺命胆就可以激活这一个全队 PVP 物理加伤物理减伤的一个属性啊。哇，这个属性在 PVP 竞技场里面非常的实用啊。OK OK， 来合成一下。SS 碎片好像这个暂时来说合成不了。对，烈焰天罗50个就可以升星了，但是我们这边还少了很多啊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可以开20个按摩邪神虎。师傅，我想学。然后按摩邪神虎升星的话，还差5个，对。还差5个就可以升星了，哇，这个属性加的也是非常的多啊，小伙伴们。看一下能不能突破到2星？好吧，突破不了，仍然是少了一点点啊。哎，神灵台里面可以领到1000个钻石哦，小伙伴们 ，nice！ 这个神灵台每个礼拜的排名都是有钻石领的啊。小鱼上个礼拜应该排名在第10名左右吧。来吧，我们挑战一下这只 boss 啊。好像小鱼记得森林台里面是能获得钻石的，现在能获得钻石的地方对我们非常的关键啊。小鱼要在这2天之内把那些需要的道具全部给他买了啊。这次的道具是非常非常的好的，对。好吧，这个好像并不能获得钻石啊，小伙伴们，我们去看一下斗魂场里面的云顶之战。哎，这里又获得了一个排名奖励啊，440个钻石，哇，舒服啊，小伙伴们，又有2000钻石了。然后一会儿我们又可以去消费一波啊。海参岛里面有个圣柱挑战，哇，这个里面也有钻石啊，小伙伴们，一下领到了很多钻石哦，小伙伴们。然后挑战这里面的对手同样是可以获得钻石的啊，小伙伴们，开心开心。
2-0获胜，看到没有，获得了150个钻石。然后我们可以挑战困难模式的，打这里面的应该也是能获得钻石的，我们来尝试一下。啊，那你想学什么呢？哦，这个要把这一章节全部挑战完才能获得240个钻石啊，小伙伴们。然后还有哪里能获得钻石啊，小伙伴们，有没有人知道啊？还有哪些地方是能够获得钻石啊？地狱杀戮场，哎，这边好像是获得不了钻石啊。每个礼拜开始这个排名又刷新了呀，目前我们的段位是白银。 OK， 来一键挑战啊，白银应该我们是可以来一个全胜的，对不对？全胜之后获得9个圣杯就可以直接进阶了啊，小伙伴们，看一下能不能全胜啊，加油加油。OK， 最后一个对手，哇，4亿多战力啊，这个我们必输无疑啊，可恶呀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拿到了8个血腥玛丽，我们就只能等到晚上它自动晋升了。对，好吧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咯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是小鱼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，拜拜。